做车款，好，车款这边待会会跟大家做简单介绍。那我们洪家城机车跟电冲呢一样带来热销车款，像是燃油车部分有这是白牌尺寸却有黄牌入选的 STR300， 那以及我们近期重新上市的这台传奇车款 3D350R， 以及先前直接限量秒杀完售的 STR250 的特仕版哦，待会都带大家去了解一下。今天现场下单，第一个最多优惠，第二个我们加码玩轮盘游戏，大家看一下那个轮盘上面的礼物，真的是超好，有价值个1000多、2000多的以上的，非常多好礼要送给大家。另外，我们的燃油车这么多优秀车款之外，在2019年也推出了洪家城的智慧电车，现场全车系通通带来给大家看喽，有搭载 SS 自驾电控核心的旗舰车款，这台叫做是 AI One Ultra Bell。